你是司马光？你就是要采访我的记者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吓到你了。嗯，没有没有，是这边蚊子太多了，我赶蚊子呢。我姓蒲，蒲松龄。哦，黄浦江的浦。啊不，蒲公英的蒲，念第二声，多个草字头。 说吧，你要采访我什么？我们就在这里采访啊。这里不是很有气氛吗？啊，那个司马先生，您现在算是国内人气最高的魔术师了。错，准确来说啊，应该是人气最高的魔术揭秘师。啊，对，您在舞台上不光变魔术，您还揭秘魔术，连春晚的魔术您都不放过。有人说这是砸同行的饭碗。其实啊，我是在帮他们保住他们的饭碗。 怎么说？你想啊，如果我不去揭秘这些魔术，他们怎么会创新呢？他们不创新，怎么会有饭吃啊？好像有点道理。听说有个别魔术师还威胁你啊？个别人，我收到的恐吓信啊，有满满一抽屉。有些人呢让我走夜路的时候小心点，有人让我过马路的时候注意两边，还有人威胁要给我吃的东西里面下药。哇，那你怕吗？会叫的狗从来不咬人。 他们只是嘴上说说，谁有胆子玩真的？哦，对了，上次你听说你在微博上悬赏10万，征求揭不穿的魔术，有好的魔术师来挑战你，全部让我当场揭穿，什么也没捞着，还免费让我上了头条。但是也有人说，那是你找的托。造谣。 恶意造谣！你现在帮我在里面警告他们，说我已经委托律师准备起诉他们了。好。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吧？好像是屎。有纸吗？有。来，蒲记者。啊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就是为什么要在这里采访你啊？ 这个是什么？自己念。司马空先生收。司马空先生久仰大名，在下愿以家传魔术，拜求指教。 于今晚10点，城南化工厂旧仓库一物。 是来挑战的魔术师吗？你不是怀疑都是我找来的托吗？跟我一起见证一下吧。但是都这么晚了，好像这边也没人呐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没啊？有人吗？别喊了，看来咱们白跑了一趟。 司马空先生，就让就让。这位是？我是记者，没打扰你们吧？没有没有，你来的正好，可以为我们做个见证。就是你有家传魔术让我指教？哼哼，见笑了。
老头，年纪虽然大了，手法倒是挺利索的。唉，可惜啊，门子太老了。哦，司马先生的火是打火机打出来的。 我这个火是隔空取来的，隔空取物，是不是我随便说个东西你都能取来？那你想让我变什么出来？你变手机出来吧。这个容易啊。我还没说完呢，我要的是桃子手机。桃子手机。 桃子手机下个月才公布，样机已经生产出来。老头，你不是会隔空取物吗？去取一个。既然我都已经答应你们了，那我就跑一趟吧。跑一趟？去哪？ 这是什么魔术啊！我这趟去呢有点危险，要是10分钟之内我没有回来，你们就不用等我了。哦。 他说让我们等10分钟，他没回来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嗯。接着。桃子手机，真的假的？他现在也来不及啊。 倒要看看，这上面到底藏着些什么。哎，你别去，它是有危险，上面。哎，不管了。哎，司马空，你不要乱来啊！司马空，你小心点啊！司马空，你没事吧？ 是公安局吗？喂喂喂！公安局是，我这边是城南化工厂那个旧仓库，怎么了？死人了！对，有人死了，是炸人！哎呦！就那边。
这个就是你说的死尸啊？对，我亲眼看见他爬进一朵云里面，然后被大卸八块扔了下来。你喝了多少？我没有喝酒，我是记者，我不说谎的，我有证。记者，哎，你过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。我不用看了吧？过来看一下，看仔细一点。哎，不对啊，是尸体啊，明明是尸体。麻烦你以后看清楚了再报案，不要浪费我们警力啊！不是，指挥中心，指挥中心，我是1327，没有发现异常，有可能是小孩子做的恶作剧。还有什么人吗？没有了。说小普啊，你是不是想改行写小说了啊？没啊，记者是我的终身职业。那我怎么看你的文章，就像是在看科幻小说？这怎么是小说呢？你告诉我，做一个记者最基本的素质是什么？主编，我知道我平时比较胆小，但是其他素质我一点也不差的。哎呀，我不是让你说这个，我是说作为记者最基本的素质是要客观公正啊。我写得很客观啊。你看看你写的啊，半夜三更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老人。对。他还变了一朵云。对啊。你说除了你以外还有什么人看见过？司马空。司马空？你不是说他精神错乱，什么事儿都记不起来了吗？嗯。啊，这么说这整个事件当中你就是唯一的见证人了，对吗？排除所有不可能，剩下的再不可思议那也是事实真相啊。福尔摩斯说的。我知道这篇报道是发不出去了，只好另外写了一篇看起来正常的报道交稿。至于这个真实的故事，我把它贴在了我的个人网页上。没想到偷桃这个故事在网上大受欢迎，不仅网站点击量提升了，而且网络还把更多匪夷所思的故事推向了。真的假的？真心好吓人的事。什么？我遇到过比这更怪的事情。我真的见过鬼。我认识一高人，比这老乡还牛逼吧？还自己穿越了一跳过。结果，我的网站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神秘事件大集合。当然，作为一名记者，我必须客观公正。只有当事人亲口告诉我的故事，我才会发表在主页上。如果你有什么离奇的故事要告诉我，请给我留言，我会来采访你的。哦，对了，我的网站叫《聊斋》。我叫范伟杰，大学刚毕业，
有一段时间没找到工作，就靠着家里寄来的钱混日子，然后租了个房子，就在附近。我是一个二次元虚无死宅。二次元虚无死宅啊，是这样的，宅也是分很多种的。你看啊，像那边那两个是三次元宅，而那边那两个是2.5次元宅，而我就是一个只对平面感兴趣的正宗二次元宅。主人，您点的猫？啊不，我点的是猫咖啡。是的呀，猫和咖啡，请慢慢享用哦。所以二次元宅对现实世界的事物一点兴趣都没有吗？本来是没有兴趣的，直到我碰见了一件事。我说出来有可能你不相信。我要是不信你的话，我就不来了。有一天，我的家里出现了一个三次元妹子，确切的说是半个。半个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一天我通宵玩一个游戏，熬了一夜，眼睛越来越模糊。帮你，你是不是隔壁来的？我来帮你。我怎么去呀？卡户，卡户，你是脖子被卡住了吗？那我帮你弄出来。哎呀，这一大早的。小范啊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交房租来了。老王是这样的，你们家那个小姑娘啊，头卡在墙壁上了。什么小姑娘？就是你们家那个小姑娘，她头伸到我家来了。那大刚，我们家哪里来小姑娘？真的呀，就是这面墙。是是是，看你是打游戏把脑子打坏了，不要跟我瞎胡搞啊，我还要上班呢。哦对了，这个礼拜你要是再不交房租，你可就违约了啊，定金不退。奶奶，干死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把头伸到我家来啊？哎呀，你们都没打死吗？没卡户，卡户！你是日本人？韩国人？안녕하세요？奶奶，卡拉斯达尼亚，奶奶，卡斯啊！来，你对着这个说。目指すのが買うときマスター。对不起，无法识别您的语言。
那你能听懂我说什么吗？你和隔壁的那个老王是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他说他家里没人？我明白了，是不是他把你关起来了？我一看他这个人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就是个变态。我里的冷哥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什么也没有，我只看到了一面墙，墙上没有洞，屋里也没有人。照你这么说，房东没有骗你，他们家确实没别人。是啊，太奇怪了，你说他又不是蘑菇，怎么能从墙上长出来呢？那后来你拿它怎么办？一开始我还有点慌，后来想想，就把它当成是个蘑菇好了，反正也碍不了我什么事儿。就是姐姐，老王，你什么事儿啊？当然来看房子。我不是这儿的租客吗？你都两个月没交租金了啊！哎，我这房子虽然小，该有的都有，关键有独立卫生间。哎，但这个是我的私人空间啊。那你交了房租再谈私人空间吧。你看，这可是朝南的，阳光充足。限量的，啊！限量的房子虽然乱，只要你同意租，我立刻整理。啊！这个手帕好精致啊，在哪儿买的？啊，哈哈，这个是我在淘宝上买的1:1模型。没钱交房租，你还要去买模型？这不就因为没钱，才只买了个头吗？嗯。啊！热水器坏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！我租给你的时候可是好的，肯定是你用坏了。流出来的水都是黄的，那你不找人清洗一下？你不是房东吗？你不清洗啊？
你不交房租，我还给你清洗热水器。等等，有什么事儿我好商量。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要被人发现了。有人养猫，有人养仓鼠，但我却养了个人头。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法律规定不能养人头，不过有一件事情我知道，就是如果再不交房租的话，我会有大麻烦。您点的餐齐了，谢谢惠顾。我在附近找了一份工作，每天外出打工，下了班却往家里赶，渐渐的打游戏的时间少了，动漫新番也追不上了，再这样下去我要脱离二次元了。我要开启恋爱的新番，虽然第一话有点毁三观，也要微笑着继续画完。为什么给他浇水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把他当成了蘑菇，我想，要是给他浇水，他能不能长出一个完整的妹子出来？哦，那他长出来了吗？没有。不过这样也好啊。你说只管吃喝不管拉撒，也不用给他买衣服，也不用陪他逛街，只要我按时交了房租，房东也没有再找我麻烦过。
不过当时我没有意识到，其实最大的麻烦是我自己。是我不好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的，他是我的。后来的事情我记不得了，我脑子里一片模糊，就记得有警察把我带到了警察局，问了我很多问题，后来又来了几个穿白大褂的人，拿着奇怪的仪器在我身上弄来弄去，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
等他们调查清楚放我出来，我已经搞不清楚日子了。我飞快地往家里赶，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他不见了，他不见了，我找不到他，而且我手机里的照片也被删了，他就这么完完全全的消失了。我想找他，但是不知道去哪儿找，直到我看到了聊斋的网站。我想也许只有你能帮我。帮你？对。怎么帮？帮我找到他。啊，就这个。可以拍照吗？啊，拍吧。这个是在他家里找到的物证，医学院的标本。最近医学院在搬家，所以呢，管理上有些混乱。很多学生借了标本以后没有及时归还，可能不小心遗失了，让这个小伙子给捡到了。你捡了个人头标本，把它挂在墙上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的那个人头会吃东西，会讲话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哎，小伙子，以后少玩游戏啊，多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哎呀，你说现在的动漫游戏啊，都把小朋友脑子给搞坏了。哎，他们成天呢无所事事，这样不行啊，会扰乱社会安定的，对吧？我看啊，应该把这些东西都给禁了。老师啊，我有个问题。哎，你说，你们到现场的时候，这个人头标本是在瓶子里边还是瓶子外边？应该是外边吧。我听我同事说呀，当时他就抱着那根人头，怎么都不肯放手。一边还喊着我的我的，太变态了。所以说是你们到现场把人头重新封装回去的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可是我看瓶子封口处石蜡的颜色和上面积的灰，这个瓶子好几年没开过了吧？小布，你想多了吧？啊？喂，盲人骑瞎马，夜半临深池。如果不知道自己走在哪条路上，就不要再往前走了。你是谁呀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你是那个魔术师对不对？哎，你能告诉我你对司马空做了什么吗？还有那个云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想知道的不是你负担得起的，我希望你把网站上的那些文章都删掉，不要再进行这种无意义的采访了。为什么？为了你的安全。
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有个要求，你必须接受我的采访，并且当面回答我的问题，怎么样？喂？喂？我叫朱尔旦，我是一名影楼摄影师。如果你也想当摄影师，听我的，千万别在影楼干，活累钱少，天天重复做同样的事情，很快你就会看见相机就想吐。阿丹，啊，知道这婚纱多少钱一件吗？你烫坏了赔得起吗？别让我再看到你在盆里抽烟，不然炒你鱿鱼了。是，阿丹，爸妈给我起的名字叫朱尔旦，是为了听上去像知识分子，希望我长大了受人尊重。结果，却给人叫成二蛋。我想成为一名商业摄影师，结果却成了影楼摄影师。差很大吗？商业摄影师是给自己打工的，影楼摄影师是给老板打工。像我这样的打工仔，每天累成狗不说，还得应付各种奇葩客户。来，放松。你能再自然一点吗？微笑，放松。哎，我说好了没啊？人家脸都笑僵硬了。喊你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这。你能不能不要故意扭屁股啊？喊你，你不是说过人家怎么摆都好看的吗？这个摄影师到底行不行啊？不如咱们换一家吧。哎，王老板，王老板，喊你怎么说走就走呀？等等我，喊你。你知道今天来的客户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他就是。不说了，说出来吓死你啊！这个月的奖金给我发，啊，别忘了把场地打扫干净再走。哎，为什么又是我打扫啊？判会所，惠普堂街18号。惠普堂街那边不是正在拆迁吗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，这么有钱的大老板出入的应该都是豪华场所，这个陆判会所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会在拆迁的老房子里？出于好奇，我决定去惠普堂街看一看。
开始我还有点紧张，可是听到他们的声音，闻到那种香味儿，整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。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只觉得整个世界都要融化了。很快我就睡了过去，等我睁开眼，先生，这是你订过的服务呀。什么服务？内部调理。别紧张啊，你是不会感觉到疼痛的。不要，不要。嘘。心脏有些肥大，不过问题不严重，消化系统不太好，以后少吃油腻的食物啊。肺部的问题比较严重，您平时抽烟一定很多吧？那我们今天就先调理肺。你的肺都已经发黑了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主任，主任。主任，主任，您的外衣。
您可以回家了，路上小心。主人，请坐好。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离开的，怎么回家的，这一切好像是做了一场梦。回到家里，我还是不能确定刚才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，也许是白日梦，也许只是一场恶作剧。第二天我去医院做了检查，这个是你上个月的肺，这个是你这个月的肺，我想要不就是放射科给搞错了，要不就是我这十几年医学白读了。你最近觉得怎么样？很好啊。来，我听一下。吸气，呼气，再来，吸，呼。你最近做过什么手术没有？没有。咦，那就见了鬼了呀。这家会所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也不想知道。原来天下真的有免费的午餐，只有傻子才会白白放弃。那你后来又去了多少次？具体我记不清了，反正我花了一段时间把能调理的都调理了，我感觉自己就像换了一个人，胃口也好了，体力也强了，全身充满了活力，看到相机也不再想吐了。换个动作，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原来成功真的是来自内心的，就像是心里突然打开了一扇窗，我的技术变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受欢迎，在圈子里也开始小有名气，我开始在外面接活，甚至给郭东城拍大片。那个郭东城？对，那个郭东城
不错啊你，手脚快，有想法。我下周去青海拍外景，你能来吗？那不行啊，我下周要上班。上班？你在哪上班？影楼摄影师？嗯。像你这样的人才，在影楼打工太可惜了吧？有没有兴趣做我专职摄影师？专职摄影师可不便宜。我可不用便宜的摄影师。二蛋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在盆里抽烟。你的发音不标准，我不叫二蛋，我叫猪耳蛋，耳字念第三声。我去，你小子哪根筋打错了？再跟我拽，信不信我炒你鱿鱼啊？你炒不了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把你炒了。没有看到他当时的脸色，真的是绿的。是吗？有多绿啊？跟你现在一样绿吗？欢迎加入自由职业者联盟，我呢会让你接活接到手软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你这房子是真大，哎，你好好在这行混，没过多久你也会有，两室一厅的。两室一厅？我也想买别墅。哦，那你这辈子都别想了。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个价，我呢卖的是脸，你卖的是天赋。我的脸是一套别墅，你的天赋是两室一厅。两室一厅。你想要整容？我想整得再帅一点。这个不太容易。你们既然能内部调理，那外部也能调理吧？技术上呢，是肯定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一个人的心脏功能好不好，很容易判断。脸长得帅不帅就……你知道，每个人的审美标准是不一样的。我只要符合大众的审美标准就行。好，我需要准备一下，你三天后再过来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心率血压？都正常。因为是面部手术，不能在您清醒的时候做，所以需要麻醉。吸气，一、二、三。手术成功吗？当然，
很成功。主人，这是您的外衣，请穿好。镜子，镜子在哪儿？医生说了，您需要24小时后才能解开绷带。主人，您的包。主人，这是送给您的纪念品，请收下。主人，请走好。着急地等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天亮，时间还没到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解开了纱布。你到底是谁呀？你说呢？影星郭东城。不，我是他的摄影师朱尔旦。我的整容手术非常成功，而且成功的有点过头了。我只是想要变得更帅，我不是想要变成另外一个人，这不是整容，简直是……
脸，我的脸。换回来，这不大可能。可能是我之前没说清楚，我只是想要变得更帅，不是想要换脸。您原来的脸已经失去活性，经过防腐处理，不能再用了。而且，按照您刚才所说，您已经亲手把换脸对象给杀了。不，我没杀他，我没杀人，我只是……先生，如果您不满意的话，我们可以再为您换另一张脸。换另一张脸？换另一张脸会不会又有人？当然，您享受了服务，就要有人付出代价。代价？什么意思？我之前调理的那些器官都有什么代价吗？您的肺来自这位长跑运动员，您的心脏来自这位农民工，哦，对了，您的肝来自这位年轻的女性。为你，你们这是犯罪啊！我们不遵守人类世界的法律。你们是谁？您定制服务的时候没有看会员章程吗？我。先生，我能看一下您的会员卡吗？110吗？我要报案。惠普堂街18号，你们能不能去那儿看一下？那儿有个大衣柜，衣柜装衣服的柜子，我觉得那儿可能有个犯罪团伙，他们在那儿……啊，不，不是在衣柜里犯罪。没什么，可能是我搞错了。对不起。你没有报警？没有。因为我怕自己被牵连进去。而且我冷静下来，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案。身份，我模仿他的动作，他的声音。一开始我还有点紧张，怕被人识破。后来，
我发现根本没有人注意我，除了他的宠物狗老是冲着我叫。不过我用了几个罐头就把它搞定了。哦对了，你那个神秘的金卡我可以看看。没有了，最后一次离开陆判会所那张金卡就不见了，再也没找到过。你相信我的故事吗？我有两个答案。一，你是摄影师朱尔旦，你讲的故事都是真的，可能因为你想找人倾诉，或者说是出于内心的不安，你把故事告诉我。因为你知道，就算我告诉别人，也没人会相信我。二，你就是隐形国东城，可能由于外界一直说你颜值高演技低，所以最近你急需突破演技。作为挑战，你编了个离奇的故事，假装自己是另外一个人。那今天这个碰面，就是你想看看能不能骗过我。不久前，郭东城的新片《目击证人》上映，他在片中扮演一名摄影师，出色的演技获得一致好评。他也从一个花瓶演员华丽转身为实力派。其实，人生就是一场戏，每个人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，但是谁又能确定我们演的是不是真实的自己呢？喂，你就像一个无知的小孩在干草堆上玩火，不知道会引起怎样的后果。老人家哪那么多废话呀，装逼遭雷劈呀。你就给我个痛快话，到底能不能接受我的采访？都那么长时间了。喂喂，能听到吗？问题不是我考虑好了没有，而是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什么？
没有搞错？你不会是让我进云里去吧？你不是想采访我吗？我是想采访你。那我会不会像司马空那样啊？没有胆量就不要当记者，只要你不再去找麻烦，我保证麻烦也不会再找上你。爸，等等。豁出去了。中间停止了，哦，我头晕目眩，好像中了末日的 Q， 哦。